现在啊，赶紧挖，不是一个许家印。许家印这500亿怎么跑出去的？通过这事儿一下给他杀住，好，把这损失啊降到最低。恒大那歌舞团，我觉得那个感兴趣。马哥为什么对恒大歌舞团感兴趣呢？百姓评说当件事儿，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妙姐。这期视频，天台马哥再说恒大许家印，许家印怎么骗了国人呢？马哥担心什么？又给出了什么招？来，咱一起听听吧。大家伙儿啊，看得上咱，看得起咱们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哥，哎呦，我今天终于找着。不是说你没找着，找我太好找了。我每天我们都到这个我们活动的地儿，像扔圈的地儿啊，扔圈的乾坤圈。来的不是那个。对，我来的晚，家里事儿得。得料理完喽，不忙，就是家里的事儿啊，家里没什么大型的会议，对吧？我不照这，对对，咱不照这许老板是那么忙，咱也不会搞房地产，咱也不会炒股，咱也不会股的金融，咱们就聊聊老百姓的事儿，聊大了还不行，聊大了容易跑偏，你知道吗？你看。这两天又一说这事儿啊，又聊起这许家印这事儿了。这两天聊许家印这事儿聊得透，那回我说了，马哥对这方面不灵。行，咱只能说许家印说这2万多亿，咱知道。说具体怎么来的，怎么弄的，咱这一说，咱这一说，这两天听的这谁说的不错，咱们周哥说的不错，周哥确实人家，当然我不就说了吗？人周哥啊，这个数字可能是原来在合作社当过会计，有这个账，他推理什么的挺好啊，还推理。其实要聊到这个事儿以后，也启发了我。咱这东西看问题啊，还是就看表面的，是吧？看不深。周哥把这事儿看的挖的挺透。其实啊，不是说周哥会挖，其实好多人都会挖，但是有些人啊，可能藏着掖着。不敢挖，嘿，挖得不透。通过他这一挖，让大家伙更明白了这事儿怎么来的。其实从这事儿来说，我也明白了。现在啊，赶紧挖，不是一个许家印，还有张家印、李家印、王家印，对，张五王麻子有的是。嘿，就像他这种性质的，尤其这些年都是搞房地产，这房地产都是他妈的。都是贷款，对呀、现在赶通过他这事儿，这是一引子，这是冰山的一角，赶紧查，别让这钱跑了。哎，对，许家印不给他娘们的钱，不弄走50亿吗？对，你现在500亿，500亿啊！我又他妈说傻了，我他妈就是冒着胆子说，好家伙，那哪听说过这玩意儿啊？知道吗？赶紧逮！现在你不赶紧逮，以后又给他们机会了，又有他们捣弄的时间了。许家印这500亿怎么跑出去的？就是给他2年时间不？对，看他表现好不好是吧？看他有没有堵着窟窿的劲儿。对，嘿，他当时跟人说的也是赶紧弄保交楼，没想到家忙活自己的事儿呢。对，是不是上当了吧？上当了，家又把他妈的国人给骗了，真是。你知道吗？家这会儿倒弄他妈的美国求破产保护吧，又给娘们儿弄500亿，弄他妈加拿大去。对，这事儿就到这结束了。这可能说后头肯定查，没错，枪许家印这事儿真是有，不能给他们功夫，把这钱别让他再丢了，都跑外国去，咱不好追，真是，就是你追你也费劲，是不是那道理？赶紧给他查过来，虽然是2万亿，就他不周哥说了，这不叫钱儿，你要是干，你要是追，好弄，你知道吗？最损不他，咱不懂啊，最损不他那楼那房和那地儿不还在咱。国内他不能把地儿他妈弄外国去吗？那弄不走，是不是？就他弄点活钱儿，就这活钱都不能让他弄。他这个许家印表演的不错，给咱提了醒了，上了弦了，咱们赶紧追。这事儿说一天到一万，最后还得堵窟窿，还得把钱追回来，不能让许家印这事儿啊再重演了。哎，他有人学这事儿，肯定学，都模仿，谁不模仿？对，蒙人骗人的事儿，这是大事儿，这小事儿不一样嘛。你做买卖的，经商的，搞旅游的，这不都骗吗？真是都蒙人，他模仿。你说旅游。坑人宰人都是效仿，你宰我也宰，你怎么宰咱切磋经验，嘿，咱们都是学呗，这是通过这事儿一下给他杀住，好，把这损失啊降到最低，让他许家印先等着，不说了吗？还得到，没错，还得说呢，说一个点名一个，进来一个，现在不净说的，
恒大那歌舞团，我对那个感兴趣。净看跳舞的，许家印歌舞团他妈地大爷，这孩子没毛病啊，都是能人，都是咱们靓女，都是25岁以下的，没结过婚的。许家印挑的仔细着呢，跟他妈选妃子似的。嘿，身上有个痦子都不行。好家伙，人家长记是不是？那都不行说，都得点了去。他们说啊，不是我说，选妃子选的厉害着呢，确实跳的也好。看这舞式都是三抖，抖胸、抖屁股、抖胳膊哦，三抖这叫啊！而且我建议许家印虽然早，这歌舞团别散，还留着，留着怎么着？我说我给他出个招，嗯，不能不行，让东方歌舞团给他收了。这不东方歌舞团不老上外国跳舞去吗？没错，我看这帮女孩子跳的全是跟外国舞似的，不是穿的咱们民族服装，对，穿的都是短到透，那大气儿都开的赶上窝了。我看那一走真漂亮。像许家印要说也有贡献，别老说没贡献，也有贡献，人培养了一歌舞团。我一想也他妈邪性，你搞房地产的没人弄一歌舞团干什么呀？嘿，还是有钱，真是造呗，啊，是不是？有钱就造。哎，我是没钱，我要有钱也造。那不敢说，你这一夜暴富，你不会造，我他妈就会吃炸糕，就会他妈吃炒肝，肝也够，对不对？多吃几碗，对不对？肝少，肠多，汤还得少，就会吃了。好，谢谢王哥，见我老婆真人了，就是见着了。您看马哥对恒大歌舞团的建议怎么样呢？马哥说了，许家印这只是冰山一角，要抓紧挖，要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对此您有何感触呢？评论区一起聊聊吧。我是北京妙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